来的 Yuri 好久不见啊！先生好久不见，今天来大热门，终于可以跳舞了。跑去哪里啦？我最近去那个全明星运动会运动，整个人又瘦下来。对啊，运动的关系啊。对，然后再加上晒黑了，看起来阴影比较有阴影的感觉。嗯，线条更明显。对，啊，有遇到好的男生吗？没有，我都专心在运动，确定吗？因为全明星从第二季开始大变成恋爱巴士，只有第一季是认真在运动的。我告诉你，搞清楚状况好不好？兄弟啊，学长。好，那不可以随便给人家电话号码，这不可以啊。为什么？你管人家，你管人家。哎，你管我们。来介绍其他团员来一起啊，菲菲。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哦，在我们节目破盖过了。哎，对。那個、他也是用生命在表演。对，现在每次回来跳舞都有点害怕。他那个摔跤以后有点脑震荡，他检查了一下，没有没有没有 ，OK 了，他很聪明，一切都 OK 啦。OK OK， 没问题，健康。OK OK， 还有戴莹呢？戴莹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戴莹。嗯，戴莹也瘦了，有吗？有，你们都越来越瘦。我觉得拉拉队这个都会瘦。看到前面两组这个前辈他们的表演，来，你们有准备什么好东西吗？有，我们有跟就是现在很火红的团体，准备要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表演。哎呦！下你们眼睛辉煌的成绩，从来不会是曾经。别再给我太多那些没录用的意见，因为我创立了 Who New Game， 要你看见。太多舆论红色 like the bomb， 这些都我们模仿。人善良的模样，从此每个电视墙。嘟嘟嘟嘟，三星的妹，餐具太大版面，加的舞台秀到了秀，以为 Keep on your love。哇！厉害！哎呦，厉害！
厉害厉害，来，这个你们比较了解的要来介绍一下。你们好，啊，谦哥好，哎，很棒哎，你看现在变成年轻人最喜欢的，太红了啦，红爆了啦。你们当时在参加这个团体有过这样的想法吗？说今天突然间变这么多人喜欢你们？哎，真的是没有哎，我们那时候吓到想说，哎，怎么现在变成现在这副德性？走到这个田地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我们想说怎么会变这么红，然后说我们想说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，好不谦虚哦，直接就承认自己好红，没有，很顺哎，没有没有，直接就爆。还有这个帅哥来 say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ri， 他们这一团好像是比较 Yuri 刚好配 Yuri 妖娇一点的，妖双妖，哦哦，还有美男，嗨大家好，是孟伟，好，怎么样来带领带跟他们表演的感受？很兴奋啊，因为他们有来球场表演过，然后我刚好都没有班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失望，好想看他们现场表演，因为他们很精彩，然后很整齐，然后终于一起表演，对，没想到可以圆梦，圆梦，对，蛮开心的。而且你看扶着 Yuri 的腰，哇，谁 Yuri 扶 Yuri， 哇，不是，因为那一个动作本来是他要把我抬起来，对，但是他着实的比我还轻，太瘦了，他太瘦了，我就说还是抬不起来，对，老师还是换一下，我抬他起来。哦，你要发挥睾固酮的力量嘛，对不对？拿出来嘛，你分一点给他啦。对，我们一起去，因为他说他是睾固酮太多的人，太多。不然你有时候在家里收集一包，然后我分送给他们。所以我都跟我主持搭档跟人家道歉啦。对，怎么样？有时候正常这样在聊天呢，对对对，会有腥味。搞不同的味道会是做功夫做功腥味呢。来，蔡桂姐这一团有看过吗？这两团 Rakuten Girl 现在台湾啦啦队最红了，知道？对对，知道。然后原子少年，所以现在他们表演的很性感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尤其是两个男女搭起来，哇， very sexy， 刚好跳炫雅的歌，对，太好看。来，季雅，这看起来都是美味可口嘛，对不？季雅哈很久了，21岁了，我当生意三盖了，生出来，我吃了，三四，那也听呢，惊叫厉害。来，我们今天这个难得我们的金星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就跟乐天来一算加码，你们来一个看啊 ，battle， 对 ，battle 两队 battle， 比应援，好，来 battle 应援哦。你们呢？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，让我们一起擦玻璃。集美们，让我们一起擦玻璃！一起来，一起来！